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鲜辣地道的剁椒鱼头。将鲢鱼头剁开，加盐、料酒、胡椒粉、葱姜腌制，起锅烧油，放入蒜蓉、豆豉、红剁椒碎、白醋、盐、白糖、鸡精，炒香备用。同样的方法再炒制一遍黄剁椒碎备用。葱姜铺盘底，放入腌制好的鱼头，两种剁椒酱浇在上面，蒸锅上气蒸15分钟，淋入蒸鱼豉油，撒上香葱碎，淋上热油即可。一道鲜辣地道的剁椒鱼头就完成啦！关注我，明天见。